早年将演艺事业重心放在内地的艺人陈楚河，日前因为回台湾和赖雅妍搭档演出偶像剧《爱上哥们》，让他的人气再度直线攀升。近期陈楚河都在内地参与综艺节目《非凡搭档》，不料却传出了脚伤的消息，让粉丝们超心疼。有网友爆料，陈楚河在《非凡搭档》最后一集节目的录制中，因为太认真比赛，不慎伤到了右脚，还严重到需要动手术的程度。有网友就捕捉到陈楚河受伤的照片，只见他一跛一跛地跳向终点，敬业的态度令人钦佩。不过脚伤的消息也连带让陈楚河接下来的拍戏计划受到了影响。陈楚河原本将在挑战古装剧《上古情歌》，未料却因为脚伤不得不退出剧组。据悉，该戏已经紧急找来在《兰陵王》中表现亮眼的翟天临替补。这个消息让河粉们既心疼又失望，纷纷向楚楚喊话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